真的，其实掌声对我们来说真的不是很重要。自从我离开了你在你身旁，身边有你会唱一句来妈妈，知道你害怕一个人会孤单，但也不必急着不说他。明天还没到就送玫瑰花，你大清早买早餐还送到家，能看日落那里买些油麻花，还蛮痛你的妈，她只是想要怕